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蔷薇老师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数字最容易劈腿呢？请大家来对照自己的手机号码来看一下，你是否存在以下的数字组合：10361、6081、8061、18061、16103。那这样的一些数字组合呢，就是高能量的天音中间加零，然后再加五鬼和六煞的组合。这个高能量的天音中间加零的话呢，非常容易有这个地下情和财富被套，五鬼加六煞，婚姻容易发生变化。另外呢，再看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是否有686、868、131、313、6813、3168之类的。如果一个号码当中又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高能量的天音，也是很容易脚踏两只船，非常容易引发这个离婚的问题。第三个组合呢，就是五鬼加六煞的组合，247、429，或者是这个924，还有这个836之类的，10839074、6038，这个五鬼加六煞的组合，五鬼加六煞，婚姻有变化，代表呢你的婚姻当中很多的天桃花可能发生变化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课程或者讲座。